打铺睇下几耐先。各位观众大家，我系 Wincom，讲紧维克特啊，成日讲咗维克托咧，搞到好似系纳克，即系达叔玩嗰个纳克嗰个角色咁样。Glorious Revolution 呢个维克特。可以主升 Q，其实系 可以 Max Q 啊，有攞盾添咁啊！升级呢个系可以升咩色呢？睇下先，应该系升 AP 咯，唔系我一直都系升晒佢，而家冇得拣。顶，我已经见到旧嗰个维克特，咩事？黐线！咁啊，升 Q 完冇意外，睇下上路对边个先。上路对 Garen，因为升 Q 得。咁啊，先抽下问紧佢啲道具点样标乜乜乜。好啊，我求学嘅心系好啊。维克特咁啊，呢个系持续嘅标。首先，大技我转翻冇 smart 卡，先玩完 Diana 嚟，所以就大技 smart 卡咗。其实维克特你个 Q 都可以 smart 卡，就易扑啲嘅。不过就我想中意睇 range 始终都系。抢唔抢到 level 啦？呢、这个电呢、这个沉默劈啦，好有伤噶，但我吞咗少少伤害，哇，冇唔到兵。电，诶，补唔到我只贴。电。哦，升到咧，电，你唔中头先啩？我悲啊，我真系。哦，升，有血瓶嘅，very OP。咁不过 Garen 无论点都系会咁样就更 OP，好惨啊成件事。电，电，都电到个人度。头好痛，继续。盾，盾。哇，呢个点燃，唔俾你普攻。唔中，咁出嚟。冇事嘅，惊有先，有赵信啊，有赵信喊出嚟，哦，向时光像进发，时光像呢？顶，我以为可以攞血水撑过晒所有困难添，咁啊，睇嚟系唔使传送添啊，行水都仲得，一定系我嘅 map awareness 唔够啊！好，继续。果然系手长黑手啲系啱嘅，但系就好冇爆发力。呢个维克特，好啊，劲又劲嘅，但系有伤害，但系要两次医到啦，我觉得系。咁啊，或者系肥啦。咁啊，Garen 应该翻咗去，应该就顶我补唔到兵。好，继续。
咁啊，下路想唔想帮手咧？你揿个，诶，讲到咁 D 制黐线咯，揿 A 制补兵，揿咗 D 制，好彩唔系嗰啲咩，好彩唔系用嗰啲治愈位咩啫。我下路死咗啦，已经。丢，一个唔留神就用嗰技能，黐线，做乜嘢咁样？丢，我抌，好呢只系得。咁啊，上路都比较危险少少嘅情况，因为我成个推咁样推线咧，就好容易俾人围嘅。尤其是对面赵信从后入嘅呢、這个，系好鬼危险。但系 Gavin 又系唔打唔得噶，佢回翻血噶，真恐怖。丢！电，哦，回蓝继续，成日睇到佢个被动嘅动画，好似呢、這个血水咧，所以成日分唔清楚血水定系被动，所以好想打佢。总之就好想打佢，好想同佢疯狂对打。丢！咁搞下搞 Garen 补兵咁多喎，黐线！条上系中路啊，啊，拜，电，补攻。虽然我系冇蓝，但系都可以虾我嘅啊。其实应该系 mix 依技之后用普攻会劲啲，系 mix sense 咯。做咩无啦啦用？超级大个盾翻嚟，你居然就劲，系咪因为真系吸收能量定点？劫喺后边啊，劫应该杀唔到嘅，我睇，诶唔系，杀到，真恐怖，KS 零 fail 添，你都会声，有炮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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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顶顶，点解炮车你咁对我？炮车，炮车你。Silence is a bitch. That happened. 啊，好下路，啊咪死咗个，冇事喎下路。好嘢，饭盒，正。其实我应该买蓝药添。下路，诶，搞掂咗啦，已经。我慢慢行翻去上路仲得啊，真系。或者如果要 call 龙嘅话，可以传送去 call，可以传送去打龙。咁维克特都系用呢个冰杖加呢个冰杖。时光像冰像，面具系有奇效啊，因为都系跑呢个持续呢个持续嘅伤害，所以就跑呢、這个面具有好处，即系同戴安娜唔同，戴安娜又比较刺客式咯，所以就有命货好啲，但系之后就呢个游戏会冇咗个命货，所以就冇想象中咁好咯。如果咁样嘅话就，如果打上路嚟讲。冇得信晒，即系佢系信伤，所以就信晒劲过维克特。但系唔知下个 patch 会即系第五季嘅趋势会唔会去翻做？如果打法师啊，打呢个冰鸟啊嗰啲比较好咧，会唔会变翻？我希望就去翻嗰个 meta，因为嗰个 meta 好鬼有趣，所以我唔玩冰鸟个人就，即系啲法师太快咧就唔好玩，我觉得太多刺客啦，大家系咪？哇！哎，顶个整唔切，整唔切个，哎，冰，哎得，都得，成唔咪成唔切个盾添，继续，电你，好细喎，Q 技，唔系个 E W E 技范围，不过用惯咗就 O K 嘅，其实就，好冰。
癫。赵信，癫啊，唔死啊，啊 ，Gavin 好坦啊。呀，阿希，三伯同我讲嘢噃。顶我成日顶 HEIL 嘅欺我，其实三伯，诶。哎，冇，电，哎，呢个系 Lisa， 都系电一击中啊！哇，顶个盖嗰个食塔做乜嘢？啊，冇大，见唔到我，你睇我唔到，你睇我唔到，睇我唔到电，哎，电 ，thanks bro， 回城先，咁对，先抽嘢上嚟闪现嘅话就死。好，搞掂时光杖啊，未得，未钱，冇钱，喊出嚟。系860，下路有冇得打？下路冇钱执，冇钱执。中路有冇钱执啊？中路冇钱执，又去翻上路翻，又翻到2046啊，又等升咧，咁啊摆啲升狗咧，有啲饭盒回翻，太好啦，饭盒太好啦，呢只眼可以传送嘅，不过就比较难打啲。中路都可以传送过去，不过就。好似冇钱收咁啊，上路系唔见啦。赵信对面嘅赵信争啲死埋，好啊。我放粉喺呢度，防止系俾人刚刚好地用赵信嚟一夜插落去。不过对面赵信死咗，咪 get 人翻嚟啦。蠢啊！好逼，继续都系好唔惯个伊嘅距离短咗，比起最初个版本，维克特最初个伊嘅好鬼长，好黐线。同埋我主升 Q 技咧，其实系唔啱嘅。如果打中路系主升伊系要伤害，但系你主升 Q 系做单体咧就比较。如果你唔使打团战，你主升 Q 系有利啲个盾大少少，系啦，就系咁啦。咁啊，依技攞嚟扑嘅就系、是，系好嘅有龙啊，有龙啊。咁啊，如果你依技嚟讲咧，你呢、這个、上路维克特即系用嚟做呢个兵将或者系做呢个兵将或者系面具嗰效果，多数都系。我即系考虑下将啲 Q 技 smart card 上去，真系要。翻去啊 ，Garen， 走啊，唔好喺上路好嘛。咁其实我先抽可以好容易 gank 到我嘅呢、這个时候，但好似唔喺度，所以由佢。彪，诶、欸，保唔到嗰只。兵仔推好嘛，你心机推好嘛。Garen 睇嚟有呢个赵信喎，咁样咁猛无啦啦。要睇中得 ，OK 嘅 ，keep 有冇眼啊？冇眼喊出嚟，呢度有粉眼嘅，头先见到，哇真系靠害，哇好多人 ，keep 啊！好啦，跟住就740蚊先有时光杖。好下路，杀到应该杀到 Leona 啊，冇事嘅。哦，杀咗 Tristan 更好啦。睇下先，我想买时光杖。得咗，连发枪冇得弹，唉，传送翻上路算啦。头先我俾个粉眼发现咗行踪，唔知系咪呢个行动嘅败笔？苏啊，因为唔系主升 E 嘅，所以扣好少。
就系咁啦。咁啊，冇见到赵信啊，亦都冇见到 Garen 啊。哎，哇！做乜嘢？好唔到兵啊嘛？做乜嘢？我又赵信啊！我可以打塔啦！我想好想同塔疯狂对战。盾啊！电！杀人手继续。盾啊！电！好有伤啊！突然间觉得嗰下变成，哎，下路俾人屠杀阵。定系唔系呢？哦，我系屠杀翻下路，成日唔中医添。拖唔到成条线，好似。好，食水啥咧？追住佢啊！啊，杀唔到有佢。睇先可以出呢个细面具系咪啊？细面具几钱啊？哇，咳死！细面具，点唔够钱啊？1450咁贵嘅咩？咦，冇头脑啊，由佢啊，佢成呢？推出咗 core 先，如果系咁，core 升咩咧？core，哦，买咗 core 就升医技，好有伤啊，医技。粉眼唔会俾人反嘅，因为嗰位置系冇可能反嘅，除非系后边惊佢。但系而家唔使打上路就唔使惊上路，所以整多只粉眼都仲得。龙啊，120佢话，咁头先就应该1分1分几钟啊，系得嘅。睇下先，就中路啦。而家开始 cam 龙咁快，啊又加速太好啦！剑一个大技冲佢脱身啊，秒佢谂住 kill 咗。癫啊！系先抽杀 OK 嘅，好继续。哇，好多伤！呢、這个赵信弹翻唔走，好犀利嘅。哇，Yasuo，喂，呢、這个封墙挡咗，吹起我唔大啦。MF 直接大，好波，因为知道地面冇封墙，一定。探唔好，哎得，Thanks bro。诶，做咩又放？好 MF 去塔乱咁啊！头先用咗呢个加攻速，头先佢好刷多咗龙啊！哇，阿叔，睇下吹唔到风佢先可以开。好，闪咗嘅阿叔，Leona 开大，应该招技可以升 Q 技都冇所谓，即系唔使咁追求个伤害，追求个移速仲好，反而有时，因为而家可以升晒咁多招，所以系冇问题嘅。仲唔打龙大家？蠢啊！啊！多少少？呢、這个风场靓啊！点唔行呢度入去呢？做乜嘢呢？对面做乜嘢
匹支蓝水先，净系用晒啲蓝喺度。好，打得。好搞掂，我中路有牙叔。其实用雷迪都得嘅，维克特，不过我哋唔系打中路，你好难啊用雷迪咁样发挥作用。因为雷迪其实对佢唔错，因为佢都佢距离唔远咧，所以成日应该系靠呢、這个拆雷迪个盾咯，雷迪盾。劫杀咗切身牙，佢俾牙叔追，仲要点燃？李安娜放大啦！一嘢 laser 射过去啊！李安娜，不过其实可能 MF 攞到嘅，我 KS 咁样好似，诶、哎，要信，信哥，信哥不要。嗱、啊，呢、這个 Garen 都俾人追紧自己，转啊，插啊，死咗啊！冇蓝 buff 啊，冇蓝 buff， 由佢继续Garen 下路，好啊。去边啊？啊！兜翻唔俾我攞 assist， 真系奸搞，系、啊、会俾你预言以上噶。喂，靓盾啊！赵信冇蓝啊，咁啊由佢可以走，龙啊有牌。射一射啊！縮個風盾，風牆，風盾就係個被動技，風牆就係招主動技。啊哈！好擦粉眼，接開大啦，好接靚大嘅。冇藍添 shit， 係、哎、好嘢，啱啱好殺到個飛鏢。好閃耀嘅牙叔，單挑呢個 MF， 啊爭啲單挑呢個 MF， 但我哋好多人，咁就算單挑我都唔覺得會贏，除非風牆嗰位真係勁靚，你可以兜住唔受補攻啦。哦，翻去買面具啊！頂我想直接升曬 core 添，但 core 嗰個係計 per level 咧，所以係啊越高咧升越低。理论上你咁讲咯 ，call 几千 ，call 一千啊，系好贵。哇，做乜嘢大家？全歼啦！哦，一个风，等我做咩行下去咧？哇，李安娜呢个大气冇中到噶。傻你一个洞，癫 ！Lisa， 系杀得一个，杀唔到两个。MF 够攻嘅应该，诶、哎、得一个。如果有 CC 啊杀，如果 Leona 识开就杀唔翻，因为翠身喺后边跳。大面具有冇啊？大面具，俾钱。大面具，跟住冰杖，之后就升 Core， 金身齐装。或者金身都得，金身先都得。冰杖有用嘅，因为要封真对面。冰杖 core， 金身 core， 睇先。冰杖一格啦 ，core 啦，金身 core， 系咯，啱啱咁嘅齐装。如果就最后就卖埋呢个出死魔或者点样都得。好啊。咁啊，冇嘢打住，咁啊打下路，好多兵，冇传送喊出嚟。哇！做咩打团战？哦，好彩对面系对面 group 埋，因为我哋可以走嘅系，冇问题。标，
我退海楼绿。其实我一直都系等紧呢个依技，有 cooldown 啊，咁啊最好。咁啊，等有传送啦，咩都系咁样推住先啦。推兵咯，啊咪叫咪打 Garen 啊，真啊打呢、這个。呢个是阿叔风风对风，标好啊嘛！我系对推上路，我系推下路。咁啊，维克特嗰个 Q 技个匿晒打唔到塔嘅，所以就大家唔使储住。如果打有机会打到嘅话。咪爆埋塔咯，咪推埋个 inhib 啦，可以打巴龙添喎，推埋呢个 inhib 嘅话系，我觉得翻去升 core 啊，升咗一次 core， 翻去升 core 出兵将，升 core 定系出兵将咧？未出鞋，原来唔怪得行咁慢，哦，发现啦。终于发现咗啦！终于发现咗，原来未出买鞋嘅，唔怪得咁慢都行得。我做咩冇移速嘅咧？系咪应该升 Q core 咧？原来唔系，系未升鞋。啊 ！I outsmart myself， 做乜嘢？咁啊，爆我对面两个 hit， 其实可以打巴龙，系绝对可以打巴龙。咁对面就即系如果对，即系令到对面嗰个机会即系偷啦。即系偷嗰个风险高啲，因为佢偷唔到嘅话咧，就冇一定冇机会塔咁样，爆俾人爆两个 hit， 如果俾人偷唔到巴龙嘅话，偷到都可能冇得再机会塔喎。你咁样爆俾人爆两个 hit， 条线唔靓嘅话，所以我系点都抵嘅。如果爆咗打咗两个 hit 之后再打巴龙，一个就难讲啲，一个可以可能翻多一次去守超级兵，但系两个就通常都唔得。我先听到赵信啊嘛，啊冇理由你赵信咁样冲出嚟啊，原来自己是赵信。Lisa， 诶，可以挡嘅咩？唔系上面射落嚟嘅咩？我真系用个吹，真系使用吹风 ，this is very effective。好 ，MF 杀咗，赵信啊，晕咗，好惨，呢杀唔中，连 hit 啊，连 hit，go go go， 戳个呢杀先，丢，中噶，丢，丢。得 A 咗，哦，食埋啲血水去。哇，有 hit， 嗱，睇下呢手，打到 hit 噶，原来，哎，唔系得，有个效果，但系打唔到。啊！所以我要推翻自己一直嘅理论，走咯，中个盾嚟，好行得，加速啊！各种反开，个 Q 个 E 技嗰个 range 出值都唔够咧，好鬼迷茫，打到我鬼回啦，回鬼回血咧，有盾，唔使回血啦。好，继续，做咩？我想打巴龙，点解？我想打巴龙。大家都想赢喎，睇嚟。不过我有传送，我即刻传翻你都得。
我直接更新啦，唔鬼呢个冰像啊！超级冰等等，我缤纷落紧，到你到啦。好，继续。依几个范围我硬系觉得唔系好大，做乜嘢？屌，扣几多啊？呢手系150加140，诶，扣仲多过本身个飞镖换牌嘅，原来我唔知道。不过主要伤害你个后期都系用呢个 E 技，因为 E 技两下都系 E 技系乜嘢呢？250加209，如果第一下冇中嘅，第二次中多啲；如果第一下中咗，就第二次扣 40%。哇，唔开大，你唔开大呢、啊這个阿叔，你唔开大。好赢啊 ，GG， 喂喂 ，GG，well played，Victory。